啊，扑直线。对，虽然有点进网啊，但朱婷还是弥补的非常好。看到进网，为了不碰网，朱婷也是抖了一下手腕。这样的球员就确实比赛气质好，就是他不紧张。朱婷得分，然后让这个刘晓彤站精英的位置打主攻。嗯，这也是中国队现在的一大变化。哦，朱婷也是打了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进攻。这个跳发轮次，嗯，刘晓彤的发球也还不错，对啊，也是一直在联赛当中就用跳发。对，而且它有这个轻重的变化，是也是它非常大的一个特点。机会给到朱婷，好的，打手出界、嗯、当时也是它的特点，就是非常的全面。哦，朱婷的快速下手，这就职业化的作用。这球救回来，我们的机会给好，好球。就王梦洁在出道的时候就是以防守而见长，对，他跟朱婷是一批国青的队友，成长是速度，没有速度的话呢威胁不够。发了一个弹网球，好的，连续给朱婷啊，嗯，也拉出了一对一，是二，哎，机会，漂亮，好的，一传接的不错，好的，朱婷，哎，机会，漂亮，好的，还是敢发呀，一传接的不错。好的，朱婷，无疑是更占有一些。哇！好的，努力来，又拦住了阿格努，阿格努体能也是在行。好的，漂亮，发球得分。是的。